欢迎收看《夜深人未静》，我是冯光月。过两天，第29届金曲奖就要颁奖。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特别请到乐评人叶云平来跟我们聊金曲奖。云平，欢迎。是光月。金曲奖，我知道你其实从非常早的时候就参与，那这些年来，你作为一个像评审，像一个观察者，你对于金曲奖今年的这些内容有没有什么看法？今年的内容其实当然看你要从他的这个入围的名单，或者是说从颁奖典礼，因为金曲奖。蛮有趣的是它一直分成算是两个部分，是当我们在说金曲奖的时候，有些人谈的是金曲奖的这个入围名单或者是得奖名单，有哪些人入围，有哪些人啊很可惜没有，那但是有另外一部分是就像是我们常说那种业余球迷，就他例行赛都不看的，就他只看那个季后赛或总冠军战，就有些人会对于这个颁奖典礼那一天会特别有兴趣，因为颁奖典礼那天会有可能很大咖的艺人或者很精彩的节目，那他可能平时也不太听，但是那一天他会很注意这个事情，是，所以其实这个分成两个部分都蛮有趣的。对，其实有关于你知道这个金曲奖的这些提名的内容，反映出台湾过去这一年的整个音乐圈的这个现况，当然我们等一下会讲。可是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为业余球迷准备的这金曲奖，稍微讲一讲吧。可能是颁奖典礼这个部分吧。其实这个颁奖典礼，说实话是，金曲奖它，其实金曲奖到今年为止已经第29届，对，也就是第29年了。明年就是要迎向它等于30岁的。是。那这29年以来，金曲奖在之前是比较不受重视，但之后比较受重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颁奖典礼。所以说，可能在讲颁奖典礼这个事情之前，可能要稍微先倒回去 ，OK， 去讲一下金曲奖，对，一开始为什么会有金曲奖这个事情出现哦？那金曲奖的前身其实要回到那个1986年，那时候还是新闻局的时代，还没有文化部的时代，是行政院新闻局的时代，他办了一个这个算是活动，叫做好歌大家唱。那这个活动比较特别，是它并不是甄选式的找人来，比如说歌唱比赛，是它是从已经出版的这个唱片里面，这个去挑选这个优秀跟杰出歌曲，然后予以这个奖励跟表扬。那挑选的人是谁呢？挑选人他就找了一批人，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所谓金曲奖的评审，像这类的人来当评审，然后挑选这个歌曲。但一开始只有挑选歌曲，然后办了2-3年之后呢，就觉得我们可以扩大这个选曲的奖励的范围嘛，我们可以去奖励作词人作曲人男歌手女歌手我们不要只奖励歌曲本身，所以才会有1990年的第一次的金曲奖的这个出现。然后我记得第一年的1990年第一年的金曲奖，那时候的评审团的这个我们说总召集人就是主席了，我记得应该是陶小青女士。OK， 很有趣。然后呢，这个当年很特别哦。当年就是这些评审去挑选了这些入围者之后，他是选一个时间，颁奖典礼那时候是在国父纪念馆。但是这个颁奖典礼呢，要入围的这些参赛者到现场来，现场演出你的作品。OK， 所以这个考验很大。对，然后所有人都演完之后，我评审我再来挑这个得奖者，所以这个很有趣。那第二个当然是当年的这个颁奖典礼是不可能直播的 ，OK， 所以一定是录影的，所以是录影的。然后呢，第一年的主持人是崔台青，崔台青，然后这个由华视来播放来录影，对，所以
早些年大概前十年左右，大概都是所谓的我们所谓的老三台来负责这个事情。那当年其实现在你去网络上 Google 都查得到当年的这些资料，单看主持人就觉得很好玩了，就有崔台青啊，或像什么田文仲啊，赵树海啊，八哥啊，就这些，很像是那种我们会在可能是这个所谓的什么四海同心晚会上面会看到的主持人是，所以想当然这个，因为而且主办单位是新闻局，是，所以想当然他这个当年的金曲奖，他恐怕还带有一种可能是这种教化人心、啊，正在系统的啦。对，说白了是有一点这样的取向，所以他会挑出来的歌，也想当然的不会是太是奇怪的东西，都是规规矩矩的，这个方方正正的。所以得奖人这个大概永远都会是，比如像是可能是费玉清啊，这个凤飞飞啊，是这个周华健啊，等等，就是这些我们大概可以想出那个样子，健康清新，对，清新这个正能量，歌喉好啊，对，歌声都是非常的优美，对，漂亮，这个对，然后当然你的长相啊，各方面都稍微要，对，长相，对对对对，要符合，不能一些奇形怪状的人 ，OK， 对，所以前十年的金曲奖会被所谓的流行音乐产业或者是一般民众认为是。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它有一点点是官方系统的，对，官方系统，然后跟一般民众甚至跟一般的从业人员有一点距离的，然后这当然也是当年这些评审也多半是这个广播当红的主持人，是，或者甚至还有演员，是，然后要不然就是一些这个学校里面音乐相关系所的教授还有老师们。OK， 对，所以这个评审这样的评审结构选出来的大概也就是这样的方向的歌曲，然后也因为没有直播的关系，然后这些颁奖典礼跟这些内容呢，说实话它的这个引起的回响不是很大，大概在2000年之前，就是大家就会觉得哦好，就是他们得奖啊，但是这跟我一般在喜欢听的小虎队啊，什么什么这些流行歌手啊，就是哦这个你们就选你们的吧，跟我一般这些老百姓或者是唱片从业人士，他们不太会引起共鸣的。但是很重要，我刚才说由于颁奖典礼的这件事情后来开始有直播，然后这个颁奖典礼的制作单位由老三台换成了这个所谓的有线电视系统之后，哇，那整个影响力就开始扩散。对，所以就是说从整个的评选的这个心态开始整个的更改，对，其实是从颁奖典礼开始做一个算是质变吧。对，因为很重要的有一年是从1998年这个金曲奖的这个转播颁奖典礼的制播单位第一次由这个 TVBSG 接手，是 TVBSG 那时候是谁呢？其实就是小燕姐，还有找来的主持人陶晶莹。那小燕姐在这个影视圈的人脉就可不是开玩笑的，是。那当然一下子找来参加典礼的表演的歌手来宾，整个就是星光闪闪，那这当然引起大家的这个注意力。那当然。桃子的主持功力那更是没话讲，虽然他那时候还比较年轻，但已经展露出很厉害的这个主持才华，妙语如珠，不是以前那种就是正经八百的，四平八稳的，对对，在那边感觉这样宣读一些什么东西，哎，这个东西马上跟过去十年完全不一样，焕然一新，哎，大家年轻人开始注意到这个事情，先从颁奖典礼，我至少先从颁奖典礼开始看。哎，有意思了，那我再来去关注他提名跟得奖的一些名单，所以我说那个颁奖典礼是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其实1996年，我那时候在做娱乐周报，那年的年底我们就有10大唱片，是那个名单出来，我记得那个时候就跟
所谓的官方东西是真的是大相径庭，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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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包括像娱乐周报，我们那时候做了很多的事情，嗯啊，其实都是一些刺激。嗯，你一定要官方，你不能够就是永远是用四平八稳的这样子把这个奖办下去嘛。其实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光远讲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所谓官跟民间的一个交流，也就是说，其实官方说实话，他这个出发点是很好，因为他愿意花钱来鼓励这些流行音乐的杰出人才跟杰出的作品。但是，当时可能娱乐周报出来之后，民间也开始有一股力量在做相同的事情，是，所以其实是相互之间会去学习或者是交流的。那。这个当年娱乐周报的有一些写手后来也进入了金曲奖的评审系统，所以相互也产生了一些质变。光是形式的改变，嗯，它让一个奖突然之间就变得本来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对很多人来讲，嗯，到最后现在变成说，就是说等于是大家兵家必争的东西。是，你看现在能够入围能够不入围都会吵架吵老半天，没错。这个真的是要经过很多各方面的积累，不单是颁奖典礼是办得精彩而已。我刚才说等于是从金曲奖从前十年的比较受到一般人的忽视，到接下来这将近二十年，其实每一年都受到更大的重视。这是因为除了颁奖典礼说实话越来越精彩是以外，另外一方面这个他提名的名单或者是他得奖的结果，有几年真的是造成这个算是有点革命性的冲击跟影响。不管你是大爆冷门也好还是众望所归也好，都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那我想特别提一年，这个我相信这个有在注意金曲奖的这个观众朋友们一定会记得这一年，就是2000年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2000年的金曲奖呢的国语最佳男歌手叫做陈建年。哦，对，他打败了庾澄庆、是张学友等等等。是，然后最佳女歌手叫做杨乃文。是，然后最佳新人叫做纪晓君。嗯哼，这个最佳那时候还叫做方言男演唱人。Okay. 叫做猪头皮，嗯哼，然后最佳这个演唱组合那时候还没有乐团这个奖项，对，叫做乱弹，嗯哼，哇，你这个颁奖典礼上这些得奖名单一开出来，说实话，一般民众是跌破眼镜，跌破眼镜，然后一片哗然，嗯哼，说实话是那个时候的这个反弹声浪还蛮大的，对，我记得，但是重点是这下可彻底引起了一般。听众还有唱片从业人员的一个等于是全部的关注，是不管你要骂要称赞也好，但是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个话题，是就是说这个东西怎么会2000年果然新世纪一到，感觉整个流行音乐产业的面貌开始产生变化或者是翻盘，以前我们视为那些所谓地下跟独立的东西一下子就窜到了主流了，对，那这个事情这一年真的是从此也算是这个把金曲奖的注意力提升到更好的一个层次，对，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年，例如说乱弹，嗯，我记得那个时候 band 的概念是其实也刚开始，是对不对，那几个 band 在就是说2000年左右的话，那个 band 真的不多，对，乱弹真的是那个时候，我记得乱弹里面的那个主要的那个阿翔、对对吧，那其实后来因为我那时候做那个娱乐周报，其实我也注意到一些团，像1976这些团，是真的是对很多人来讲说1976哦那是一个年份呢、啊、那个葡萄酒年份还我不知道好不好，是没有人想到说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乐团，对不对，是讲到乐团这件事情很有趣的，就是说乐团在金曲奖里面一直是一个很受大家期待，但是它同时也是金曲奖的奖项里面我说是算是比较晚开窍的一个奖项。怎么说呢，因为大概在2000年之前
金曲奖是没有最佳乐团的这个奖项的，它叫做一开始叫做最佳演唱组合。那其实乱弹在1998年他就已经得过了一次所谓的最佳演唱组合这个奖项，那时候没有乐团的乐团奖这个名字，所以跟乱弹一起入围的是这个，我记得是这个好像有那个无印良品，就是对，他们也是组合啊，对，然后还有动力火车，所以这是一个，这演唱组合是一个，那时候就可以看出来是一个，说实话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不合潮流，就是说你怎么会把一个重唱组合跟乐团，还有这种弹民谣吉他全部放在鸡兔同笼放在一起评，是就没有办法评了。是，那乱弹在那年拿到，然后呢，2000年那年重要的这个，那年2000年还没有改成最佳乐团奖，还是演唱团体，但是入围的每一个人都是乐团。OK， 那年很重要，四分卫入围。五月天入围，拖拉库入围，还有花入围，然后乱弹入围，所以这五个入围者都是乐团，这是以前金曲奖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所以那一年乱弹得奖，然后阿翔上台就讲出喊出了那句名言，叫做乐团的时代来临，我还记得他拿那个讲座振臂一挥，乐团的时代来临，那这个是很令人振奋的一刻。然后隔年2011年金曲奖立刻顺应潮流，把最佳演唱团体这个分成了两个奖，一个叫做最佳乐团奖，一个叫做最佳演唱组合奖，开始更符合台湾的音乐潮流，也更符合国际的音乐潮流。所以等于金曲奖在办了12年之后才终于出现了最佳乐团奖。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例如说 Grammy， Grammy 其实它随着音乐的这个改变，它不同的时期它都会新增很多奖项，对不对？是，我记得80年代我就看到那个 rap， 饶舌被列入，终于美国的音乐圈把饶舌当作一个音乐形式，对对对，它等于有一点点承认你的身份，或者是证明的这样子一个感觉。对，我们以前那种做法，旧的做法，就好像乡村乐团也是啊，啊摇滚乐团也是啊，就是 metal 也是啊，就是说他根本不管你音乐的形式，是是，那全部主要是在两个人啊、三个人啊，哦好，全部都是乐团就搞在一起，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另外一个，我觉得金曲奖比较受人争议的地方，就是这个所谓的按语言来分类奖项的这个部分。但不过在讲这个之前，我可能也要提一下这个另外一个金曲奖的奖项，我觉得也蛮重要的一个奖项变革的时间点，是也是有关于语言的。好，就是一样在2003年以前，是这个金曲奖的这个它会分国语跟方言这样子的一个，所以我们都说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国语女演唱人，然后国语以外的他就不管你，他就全部把你弄成方言。OK， 对，那这个我们现在看起来当然会觉得，当年我们可能没那么大的感觉，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当然会觉得有那么一点，就是你独尊国语，然后其他的就是是等于就是你就是地方性，这种稍微有点那种歧视的味道，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不符合潮流的，这个也是落后的一种思维，所以到2003年才第一次把方言这个东西把它拆开来，变成有最佳台语这个专辑这个演唱人，最佳客语专辑男演唱，最佳原住民族语，所以这个是按这个金曲奖以语言分类奖项这个逻辑下来呢。在2003年，其实没有很久以前，大概是十多年以前，才开始把所谓我认为方言是有一些歧视性的字眼的这个东西拿掉，然后回归一个就是等于是台湾这个社会里面最主要的四种语言来做分类，这个我认为是蛮重要的一个时刻，你就不会是今天会是可能是这个宿命。要跟这个陈雷一起角逐最佳方言，这个怎么去评呢？对啊，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了。
而且其实你比较分得比较清楚之后，在某种程度上面，你会鼓励那种语言的歌唱者是开始去认真，真的是好好的去做音乐，是是是，因为他知道说 OK 有我一块，对不对？我有我一席之地了，对对对对，而且这个是一个等于是国家的这个所谓的奖项，所以他其实会有他那个荣誉感会更重一些。对，所以你看后来的包括像客语，客语其实后来非常蓬勃，是好多客语音乐家，是那原住民也是一样，而且原住民其实拉出不少我们以前比较不太知道说原住民在音乐上面的天分。我像我的节目里面访问不少原住民音乐家，我都觉得说哇，这个都是在留在他们血液里面的。是，所以我觉得就算是这个业余球迷也好，是就算你每一年你只看那个颁奖典礼，只看那个得奖名单，其实也没关系，因为只要你认真看的话，是你会发现很多这个宝藏在其中，很多你其实不认识的然后非常有才华的音乐创作人都会借由这个奖项浮上台面，这个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金曲奖的功能。对，今年你觉得这个名单怎么样？今年当然是他虽然我们每年都一直说这个台湾的这个唱片产业不停在崩坏，当然唱片产业是已经可以说是没有救，它没有回头，但是其实音乐产业还是蓬勃的，这个唱片产业不等于音乐产业，那其实它的载体不太一样，对，它载体改变而已，但是每一个人都还是需要音乐上的，每年的名单我个人都还是认为很精彩的，因为总是有更多的新人的出现，都会因为网络科技的发达，它会有更多的管道开始出现，那尤其是后来金曲奖他也改变他的一些所谓的报名参赛的规定，就是说他纳入了这个数位发行，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出成这个 CD 或实体，是你只要在网络上面的音乐平台有发表过的这个作品，就可以作为这个作品形式来参加金曲奖，所以那个量突然之间也是大增。OK， 对，那所以每一年其实尤其是这几年来，我会特别关注一些新人的部分。当然，资历比较深的歌手，或者说我们所谓老将，他们做音乐或做唱片，就更加的这个专心，然后更能够沉淀出一些好的作品出来。但是他们的发片时间就不会那么频繁了。这也是因唱片工业的改变了。所以其实每年都会去，我都会特别去注意。新人的这个部分，那今年的入围名单几个蛮有趣的趋势，其实也是一直延续这几年以来的一个趋势，就是一些比较偏向 R&B 的东西 ，OK， 或者是嘻哈的东西，这个也是全世界音乐的趋势了，对，不停的在冒出来。比如说像这个新人奖里面的李全哲啊 okay, 或者是这个丁世光啊然后 Jay Sean 啊，这个新人里面就有三个是偏向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国语男歌手也有一位叫许书豪的，他也是偏向一些比较 R&B 流行这样子的一个风格，那这个是过去我们说等于他们承袭了像这个王力宏、陶喆、周杰伦、方大同，等于他们是最早一批开始玩这些东西的。对，那慢慢的也看到有年轻人陆陆续续的准备要接上这些前辈们的棒子。那我觉得是很值得关注的。对，那合唱团呢？乐团的部分是这样哦。以往金曲奖啊，我们有时候会去。发出对于金曲奖一些奖项上或得奖名单的一些这个不满意的地方，那其中一点就是说，有一些奖项，金曲奖会把它怎么说呢？提名的时候呢，会感觉好像把它锁在你这个范围之内。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乐团奖好了，一个乐团如果你入围了乐团奖，你很少会看到他在入围其他奖项，哦 ，OK，
就是说，比如说以前闪灵也入围过乐团奖嘛，董事长也入围过嘛，五月天，但五月天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例子，我们先五月天苏打绿这种非常红的乐团，我们先不管，大概其他入围乐团奖的，你大概就只会入围乐团奖，你不会入围什么制作人，这个作词、作曲、编曲。那这个我会觉得有时候会看评审之间的一些他们的心态上了，就是说比较所谓比较主流的心态还是觉得你乐团嘛，你有入围乐团奖很好了，其他机会是不是让给别人，但是不会有任何一位评审承认他是这样想的。但是每次从这个投票结果来看，好像就会呈现出这样的一种趋势，我一直觉得很可惜。是，唯一能够突破这件事的，大概只有五月天跟苏打绿。嗯哼，我记得五月天有一年这个应该是第二人生这张专辑，他也是很早，不管是作曲啊、编曲啊、专辑啊、乐团啊等等，那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性，就是说乐团它也是可以。也不应该说也是，它本来就可以，对一个优秀的作品本来就可以囊括很多很多的奖项，不要因为它是乐团好像就另眼相看。嗯哼，对，所以说回过来今年的入围名单，我觉得很开心的是说有一些入围的乐团它开始它会横跨出去，它也入围了别的奖项。嗯哼，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比如说像茄子蛋最佳新人也有，对茄子蛋入围了最佳乐团，然后他也是最佳新人。对，那这个就是一个很令人开心的一个事情哦。嗯哼，对，那包括说其他像这个，包括最佳新人这个奖项，以前也是大概你入围最佳新人这个奖项，你通常也不会再入围别的奖项了。对，因为总觉得新人嘛，你好像给你一个已经不错了。对，你哎，但是今年没有哦，今年没有的。这个最佳新人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新人叫做振兴，他也入围了，他是入围最佳新人，他也入围最佳国语专辑。哇，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肯定。等于我们转换成这个棒球，就是你是年度最佳新人，你也是世界大赛的 MVP。哇，这个有多么厉害的一个第一年出道，对，就真的是拿到最大的，对，那入围最大的，对、那这个其实是很大的，是很大的肯定。我觉得好像之前的金曲奖好像很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对于一个创作者的肯定，我觉得这是好事。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再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旧的观念，好像说你就是作为这样一个奖项就可以了，那其他把机会分给别人，就是你有实力，你有才华，你就应该得到你应该得的这个表扬跟奖励。对，那今年名单出来的时候，哪些你们原本就知道说 OK 一定进来的，果然就进来了。这个因为我不是评审了，所以我没有人敢说这个是哪些人就是一定会进来，只是我们觉得他应该要进来的有一些，其实我们在去年的这个在年度的光彦的节目上其实也介绍过很重要，包括像阿妹的，对，像徐佳莹等等，这些他们都入围了很多奖项。是，对，那这个本来他们就是很优秀的创作人跟专辑，我想应该也是有大家的共识在里面。对，通常我们看金曲奖，我们好像目光总是摆在一些大家比较这个比较习惯，例如说男歌手、女歌手，或者是年度专辑，对，对不对？歌曲等等的，有没有哪些比较冷一点的、偏一点的？可是你是觉得说他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当然我们前面讲到一些从这个所谓的方言的奖项是变成这个客语的原住民语台语之后，我觉得这一些所谓用语言分类的创作人才是很值得被注意的，尤其是我觉得台语的奖项它的变化是比较剧烈的。
因为台语歌以往以来都是用一种比较的工业模式化的方式在产出一些作品，嗯哼，那后来就开始慢慢改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创作人也开始会入围，台语专辑这个奖项，甚至得奖，董事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他可以一个乐团的身份，他可以入围这个是台语专辑的奖项，而且得奖，那这个包括今年的茄子蛋也是一样，他也是有入围这个台语奖项的专辑等等的，这个些都是很令人兴奋的，这些以语言创作分类的。那当然客语如果真的大家有这个时间跟精神的话，真的很推荐大家去多听听这些原住民语跟客语这些创作人，这些创作人平常的能见度是不是那么高的，所以他们做了其实很多很好的东西。说实话，我们真的先不要以语言去看他的话，他那个音乐上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好的音乐哦。那不要先把它想成就是因为它是客语好像音乐就可能没有那么好，这完全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不正确的概念。不过这个也是要讲回到金曲奖一个包括我个人长期也是不是那么满意的地方，就是它始终以语言作为一个是音乐奖项的分类，其实这样的分法可以说在全世界的音乐奖项里面绝无仅有。OK， 刚才光宇提到 Grammy， 对，他当然是最佳摇滚、最佳流行、最佳嘻哈、最佳拉丁美洲，对，对，最佳节奏蓝调什么等等的，对，他不会有最佳的英语这个男歌手、最佳西班牙语男歌手，他不会用这个在西方世界里面主要几种语言来做，不会的，它是用音乐来做分类，所以这个一直是我觉得是金曲奖一个算是包袱吧，因为它其实背后有很错综复杂的这个历史跟环境因素啦。OK， 对，所以这个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关于这个语言分类，一个有一个创作者曾经做过一件我觉得实在是很令人敬佩的一个事情。就是林声祥，声祥，对，他又是巨领，对，林声祥也是非常不赞同以语言作为音乐奖项分类这个事情，所以他在2007年吧，他得到了客语的最佳歌手跟最佳专辑，他两度上台领奖，但是他两度就是讲座后来就放在那个桌子上，他就说他为了要抗议这个他认为不正确的分类方式，所以他拒领这个奖哦。那这个举动当然在隔天是引起非常多这个媒体的一个比较反弹的声音啦，认为你哇，你这完全这个不给面子，然后对，甚至我知道，包括声祥后来在客家族群里面也引起很多很多反弹的声浪，我觉得。他有勇气，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是很令人敬佩，而且他从那一届开始，他从此不再报名这个客家这个语言的奖项，他全部去报名那种没有语言分类的，比如说年度专辑啊，或最佳编曲啊，最佳制作人啊，这些没有语言的这个，对，今年就是啊，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需要有人去是不停的去提醒，是这样子的，是的分类方式，我个人认为是比较狭隘的。是，当然我也知道这样分类有这个，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官方的奖项，它有它官方的一些考量跟包袱所在。不过我仍旧希望，未来终有一天，我们可以回到一个比较旧音乐论音乐的这个。方面上面好，最后问一个短的问题，这些评审哪里来的？谁决定啊？他们的背景到底怎么样？对，这个就有趣了。以前我最早参与金曲奖的评审的时候，那时候的评审，我们都会美其名说，我们就好像是这个坎城影展还是威尼斯影展的这个评审，就十几个人就来开个会讨论一下。那这些人。
是从哪里来的呢？以前啦，以前官方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资料库啦。这些资料库里面就是像我说的，大部分以前都是大部分都是一些媒体人，广播节目主持人，然后学校里面音乐相关系所的老师，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社会名人 ，OK， 或者是这个很模糊，对，或者是这个演员等等。那为什么？然后诡异的就是真正的所谓的音乐产业或唱片产业里面的人很少，为什么？这个其实是还是有一点理由，因为他们怕利益冲突，利益冲突，对，他们希望你避嫌。对，你避了这个嫌之后，问题是你会形成一个很怪异的现象，就是你完全是用一种我们可以说是在外围的人 okay, 在评一个音乐 圈里面非常专业的东西，最专业的东西、那这个长久下来是一定会出问题的、就像我说那个评选出来的结果其实会离一般民众跟这个所谓的真正的音乐人会越来越远，因为你想的那套逻辑跟我想的那套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是这个我自己就很切身的体验。以前在做金曲奖评审的时候，这个评审的身份的组成真的是这个为了顾及各个族群或者是阶层之间的平衡，真是什么人都有，雨露均沾。然后比如说你今天在讨论一首歌的编曲或是它的器乐演奏或者它的作曲的时候，比如说可能对面坐的是这个某大学音乐系的教授，他就会跟你说，这个写歌啊，这个一定要有谱，一定要按照谱来。你看这个音符怎么怎么，就是你要按照那个规矩来。然后我们就，哈，我想问他，你知道音乐圈有多少人是看不懂？不羡慕了，对，他只会看简谱的。然后呢？要怎么说？他说这个编曲是不按照规矩来，这不行的。然后我们就在想说，哈，爵士乐有在写谱编曲了吗？他不就上台就 jam 了，就对啊。所以说，不是说谁不对，而是你对于音乐的这个，你从那个出发点的认识，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很难形成一个共识，对于什么叫做好的音乐，或什么叫做该被鼓励的音乐。这个会有很大很大的差别。那最简单的就是，甚至有评审就听到说，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歌里面怎么会有脏话？这个不可以的。对，这个怎么对社会大众跟父母交代？负面影响。对，或这个东西这么吵，它哪里好听？对，所以说这个很多，当评审的身份来自五湖四海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很有趣的冲突发生。对啊，对，这就好像当年我记得80年代初 ，punk 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哇，很多人觉得说这个哪叫音乐？对啊，就是你连就是你吉他就会弹三四个和弦，你就可以做音乐，这怎么得了？对，好，反正所有的这一个得奖名单啊，这个马上大家是可以从颁奖典礼上面都知道。那再看颁奖典礼之前，至少我们多认识一下金曲奖，也许对于我们这次看金曲奖的颁奖典礼，我想多多少少会让其中的兴趣、趣味更多。是，没错。好，那非常谢谢云平今天跟我们来聊金曲奖。那下次聊应该是明年的金曲奖。好，没问题。今天呢，从一个这阵子挺热门的新闻开始谈起，就是一直被这个青科人士啊、国民党啊，还有蔡琼脑残乡民啊，用各种匪夷所思的这个故事攻击的这个北农总经理吴英宁，他比较新的一顶帽子，什么帽子呢？这帽子呢，是一个要参选议员的国民党参选人丢给他的。
这个叫游淑慧的参选人丢给吴怡宁的帽子是吴怡宁他去吃鱼翅。当然吴怡宁其实并没有吃了啊，一桌人都吃了，可是他并没有吃。这不是说他命苦哦，吃不起哦，也不是因为啊他对这个海鲜过敏啊什么的，而是如果你是向来主张环保，如果你向来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你本来就不会去吃鱼翅的啦。不过呢，我们倒是从吃鱼翅这件事情上面呢，学到很多跟政治有关的一些学问。最重要的就是吃鱼翅地点很重要，好吧。今天啊，如果有人请你去吃饭啊，地点是一家隐秘性一点都不高的餐厅啊，就是那种人家随时可以拿手机啊啊拍照啊录影啊甚至现场直播啊哈、啊、那种地方，哎，他还故意点个鱼翅，不用讲，这个人是准备来害你的啦啊。如果你是官员的话，果不其然啊，你吴怡宁啊明明一口鱼翅都没有沾到，可是呢就是被国民党市议员啊，被脑残乡民啊青稞人士啊说的好像整个迪化街的鱼翅都被你扫货扫光了一样。吴怡宁啊，你真衰。所以一个官员如果要跟商人勾搭啊，双方用吃鱼翅这件事情呢当做一种勾搭的这个桥梁，这个时候呢吃鱼翅就要非常小心，绝对不能够去那些大家都能够看得到你在吃鱼翅的餐厅。这个时候要去哪里呢？简单，这个时候当然就是要去私人招待所。讲到私人招待所，最好的例子不用讲，就是一天到晚宣传自己多清廉多清廉的马英九。马英九跟这个富邦蔡家啊，吃了多少回鱼翅，这根本已经不是秘密了嘛，是不是？因为吃鱼翅，这个小规模的富邦金竟然能够并下规模比他大很多的台北银行，从此富邦并北银案根本改写了台湾的金融史。啊、哦，那个姓马的既然可以以市长身份给了请他吃鱼翅的富邦金一堆让人家跌破眼镜的这个优惠，而且这些争议呢始终被各界包括剪掉低调处理。好，然后再回过头来讲吴怡宁吃鱼翅这个假新闻。其实我相信国民党的参选人游淑慧这次炮制出吴怡宁吃鱼翅的假新闻，应该是一个引蛇出洞的手法。怎么讲呢？我认为游淑慧应该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参选人啊、哦，这么些年他对于官员跟商人之间的这个吃鱼翅的风气呢，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对于马英九跟富邦蔡家之间的这个官商关系经过这么多年还没有查出一个结果，他应该是受够了。于是他游淑慧炮制的吴怡宁吃鱼翅事件，为什么呢？项庄舞剑，自在沛公啊。他其实是想唤起国人对马英九多次这个鱼翅宴的这个重视，他其实是希望已经渐渐被大家忘记的这个丑闻呢再度掀起国人对官商吃鱼翅吃的秋嗨嗨这个现象呢重新检讨，加重踏伐力道。所以我们必须说游淑慧辛苦你了，不简单不简单，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竟然能够强力掀起真正吃鱼翅的遏制官员马英九的假面具，辛苦你了淑慧。哦，对了，我能够称呼你淑慧吗？啊、哦，辛苦你了。